打进入到的是安可，做牵制，哎 ，out！ 哇，这个怀马枪直接把切线刺中落马。要执行辅助判决哦。嗯。或者牵制范国成的反应很重要哦。嗯。稍微传偏了，但是他的动作把这个稍微传偏的球补救回来，还有办法做触杀哦。哦，看起来应该很快就可以有答案了哦。有时候这样的传球很容易形成爆传。对。是范国成把这个传歪的球变成 nice play 啊。很快，确实很快 ，it's out。失去重心的瞬间，范国成补救很好。嗯，